走，出去。干什么你？老实点。快点，给我趴下。搞什么？叽叽喳喳。哼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啊。叫你打女生。没事，赶快就那一条龙，我们等下打他。你看，叫你打你，你是女生吗？你打女生，我是女生啊！你没看到我穿这个东西吗？也叫女生，叫你打。你怎么从龙上摔下来了？不是，接下来欢迎由国斌老师带来的驯龙高手。